的变成了预测机上的废墟了。果然，未来是无法改变的。虽然现在的科技城已经像预测一样变成了废墟，但那之后的未来呢？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。象形石就像你们的未来，你们永远没有机会触碰到它。我们绝不会让你的计划成功的。无则变兵。